我之前有做过评测的，但这根不是那根笔。我之前有都知道我有做过这根，就是那个万宝龙的传承1912，对吧？然后今天带一根这个，你们可能看到这个标，你们就知道它是那个什么英雄，就是你懂的。然后英雄的 H718 啊，然后呢一样，那个包装上面其实还是挺精致的。那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反光的银色的吧，能看到的。其他的那个就正常的，比如说标签啊什么的，外面有一个套，这样子一个小套套，然后一个钥匙套。那这个我没打开的时候，对，就那个很这样子一个小纸套，然后就这样打开后就这样子。其实我不懂这个纸套有什么用，感觉用处不是特别大，多此一举吧，有点。然后这一个打开一下吧，对吧？然后就这样往上的打开，对吧？因为这些笔我也没开过哦，好吧。这里面还有一块这个防撞的一个就是这种什么珍珠棉。然后这个就是对 H718-4K 啊，高级金笔，高级金笔，对吧？然后反正就正常的一些什么的一个就解释说明呗，给大家这样子看一看，刷过去，对，很快速的这样子啊哈。这个哈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然后这个产品合格证哈，打开一下啊，一个横笔套，我看一下怎么开的这个。哦，还真的是就这样子拉开的啊哈，好硬啊！我试一下能不能进去。哇，不是不能进，但是比较使劲啊，不是很顺那种。好的，先不用管它了，这个皮，这个先这样子呗。反正这么看还是挺好看的，对吧？一高一低，对吧？然后重点是我们的笔，对，这个盒子下面的也下面没什么了，就正常的珍珠棉什么的，也是零压的。我这包装其实挺贵的，说实话，还是做的比较好的，因为这种珍珠棉本来包装上面就特别贵。还是看得出来英雄这次做的挺花心思的。然后这个笔套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Hero 对吧？然后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废话，好，甭管它，哇，不倒拆。这个细心一点啊，我猜的啊，好了，已经破掉了。OK， 好，这个笔先下来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弄到镜头了。OK， 好，笔我们就拿到了，这样子。这一根，然后这根，两根对吧？能看到一根长一点，一根短一点，但你们能看到尺寸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。然后就尺寸也给大家先看一下，这里这样这一个，那你看到本身的那一根正品的万宝龙，当然价格差了接近是20倍了哈，这两根笔。英雄的13.5厘米，万宝龙的是那个12.5，然后打开的时候，对吧？笔盖主要是笔盖长度也看一样，但插进去的时候就，你看笔盖的长度其实尺寸拿走一下，笔盖长度其实是一样的，能看得到你们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尺寸也是一样的，那我们打开一下，这个跟应该不会弄乱吧？然后你们也能看到，其实两根一模一样，没有差别，其实真的。然后笔盖上面也是一样，这个还重一点，可能深度里面其实也是很接近的，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里面其实都很像，只是说英雄的会比较，就是那根这根顶针会比较长一点，所以导致插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长度不太一样。细节上面，你们能看到，对，反正就还是挺良心的，良心作品呗。然后真心是挺接近的，如果想过瘾的，暂时看还是挺划算的。然后上面的一个评端还是万宝龙这个好看的，因为万宝龙其实黑底白星星那个标我不太喜欢，反而像这种我挺喜欢它这个标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反正就这个重一点。英雄的还重一点，这样子，然后先放一边去，然后转的话都是这样子。这根是哪一根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
这根一根啊，对，左边这根是万宝龙，还和颜色不一样。能看到笔尖基本上一样，是一样大小的。就之前有做过评测，我一样吧，我习惯是拿无印的那根做测试啊，跟无印的那个笔尖一模一样大小，大家记得，如果想去看，去无印的那个店去看一看无印的店这个大小。然后毕竟无印是有我一个正常的一个常用笔嘛，然后扭的话反正就效果都一模一样，这个没有差别。但是它笔尖的话是这样子，我直接给你们试英雄的这根吧，它笔尖是这样子，这个我先放一遍，这个，OK， 笔尖是这样子，反正就只有一个选择，没有别的了。这个笔尖的话，另外一个颜色它有个拉丝银的，如果你要买万宝龙正品的那一根，就是真的要它那根就是拉丝金属的那一根1912的话，非常贵，真的是天价，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不值。你们可以去买那个这根的拉丝银，就是拉丝钢宝还是银什么，反正拉丝的银色，枪灰色还有那根灰色那根就不用管它，那根没什么吸引力。这根的话，反正你还能装个黑色对吧？就给人感觉过过手瘾呗。主要是它这个可玩性很高，就是我上墨啊什么的，对吧？我随便转一转了，就把玩性非常高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而且现在看，跟本来的手感基本上一模一样，说实话真的一模一样。我现在转就是整个手感没有差别，然后也是很顺畅，不会说特别卡什么的这样子。但是如果真的买，我建议就你要么买黑色，要么就买不锈钢板或者什么，就是那个拉丝的，因为那个万宝龙真的本身很好看，如果是万宝龙正品的话。另外一个事情我比较想试的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，那你现在看到我这根是英雄的，给你们看看笔尖了。英雄的对啊，然后重点来了，这个万宝龙笔盖对吧？然后另外一个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答案是可以的啊，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可以找一些二手店看一下有没有万宝龙的那个怎么，就是尸体，那收一下尸体，然后再买一根英雄的，如果不打开，还真的是挺像的，说实话。如果不打开那个笔尖的话，笔尖的话差别是挺大了，笔尖的话肯定还是那一个，如果我现在是有对比了对吧，但你看万宝龙笔尖肯定还是万宝龙那个比较好看的，就你看上面的内容也多很多嘛，笔尖上面。但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这个，我就这样看，你都不一定能很清楚，如果或者我这样没有对比的话，有时候如果灯光情况比较白的情况下，你不一定能区分出它是一个银色的这样子啊，弄错了，哎，先不管，先那个暂时先这样子放一边吧，反正就主要给你们试一下这个。然后先这样子，非要不做，说给你们上上墨，对吧？上一下墨还是一样，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子给你们上墨了啊。然后我用的是 Waterman 墨水，基本上都是。然后上墨反正就是这样子，一转开，对吧？先转开，然后再拔，拔完以后，对吧？往自己方向转，对吧？一样，先整根进去，然后往自己方向去。我看一下，我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搞清楚，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百利金一样的。百利金的话，反正就是，对，这个是把空气挤出，然后这个是把那个收起来，然后叫顺时针转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活塞会往自己方向走，也就是说西墨啊，我再来回，如果真的分不清楚的，有时候我方向感不是特别好，那时候最简单的转两遍呗。然后还好瓶子边上我擦得很干净，现在。OK， 咦，大家看一下我的手，哎，还是有弄到，还是有一点点，哎呀，等会还是要把那个给擦干净，这样子。OK， 然后现在应该墨是上好了，但照这么看的，我先擦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那这么看它的一个什么，就是那个，我看我这个墨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水平线那个位置嘛，就是有时候我是这么看，那大概估一下它的一个吸墨量。现在这么看它的一个。储墨量不是特别高，英雄的这根，我发现 Waterman 的这个可以墨瓶还挺好用的，比起那个什么，就是百乐什么的来的一个更怎么讲更实用。为什么我可以用沾水笔啊？跟什么，它就这样子斜斜的，我斜斜这么一点一点，那就可以写，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写一下吧，就那个万宝龙，哇，挺滑嘞。
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如果有看哇，就还是可以，没有那种阻尼感，就也是算是比较滑的舒感还是不错的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个忘记按进去，对，希望记得按进去。然后对，按下去的时候，哎，不会也不会弹幕什么的，证明说它照共振还是可以的。里面的这个，对，就有些照共包，你一按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这里墨会弹出来，就是那个压力的，就是那个冲力的问题。然后再写一下8888，对吧？还可以，其实如果是说对，还可以，就是它的一个接触面，就是我左右这样子换，接触面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我一样，我硬来跟做一个对比呗。一样，我拿一下，沾点墨水。你们是不是想看到墨水多一点？好不好走？啊，我的字真的好好练一下。那个无印，然后就是说品控来讲还是 OK 的，就国产的标准来说的话啊还是可以，但是OCB 本身出水比较大，给大家看看这样子。对，你看到粗细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但是那个如果我现在这么远看，其实对，远看的话其实还好，其实对你影响不是很大，除非你说你是学生党，你专门就是要爬个只要很细很细这样写，那你追求那种的话就没办法， OCB 肯定满足不了你。日系笔品控也是比较好，但如果正常写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，因为我对书写不是要求特别高的人，我是写起来就是说我更多是要笔不一样，或者更我不太追求说他书写感受多好什么的，因为这个东西你还不如买中性笔的书写感受肯定更好，这是很实话。笔尖上面的粗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书写感的话反正我暂时来说的话，无印这根的那个长钢的话，它的书写感受还是很稳定的。所以当时觉得无印选这个笔尖还是选的很有品味。但是那个这些的话，就但这根的话，英雄的这根我觉得也不错，而且不贵，大概就300多人民币，差不多400吧。然后如果台币的话是乘以4，那个。1600的一个台币左右，如果是直接换算港币的话可能是500左右这样子。我觉得价格是可以，反正也算是一个比较良心的作品，因为没什么瑕疵，我就这么看，而且主要是可以这样子兑换。我发现就是如果别人不知道，我直接用的时候其实还好，我觉得除非你是给资深玩家，不然你照正常照这么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玩一玩娱乐性还是很够，这跟笔的把玩性非常足，我觉得是。好，那个今天的视频评测就到这里。有什么问题的你下面给我留言一下，留言以后然后我再看怎么补视频什么的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